新架二路拳动作比较复杂，套路中以踩、裂、肘、扣四余手的运用为主。 捧捋挤按四正手的运用为副，刚中于柔，力求肩刚，阵脚发力，闪战腾挪，穿蹦跳跃，松活弹抖，着重于弹性性的练习，外形上显似急刚跳跃为主，缓柔。 沉稳为副的特点，运镜方法要求以手领身，配合灵活的步伐，以刚为主，刚柔相济，以嫩劲为通源，嫩不动外不发，一动全动，节节贯穿，完整一气。学习陈氏太极拳。 新架二路应在练好一路拳的基础上进行，这样才能做到以逸导气，以气运身，周身相随，一动全动，阵脚发力，完整一气，松活弹抖的风格特点。